大家好，我是 DK， 欢迎收看 DK 全脑教育打造胜利方程式。今天9月3号哈，量能持续萎缩，这个明天9月4号有国际半导体展哈，我这边写半导体展，台积点亮101，鸿海亮说机器大军喷出，百德隐汉正达第二，大盈微系统哦，今天大盈微系统亮灯锁涨停，我不知道多久才能看到一次它锁涨停，还真的蛮难得的。那这个涨停后面代表什么，我们慢慢看下去。为什么我这边写半导体展，台积点亮 101？ 因为这个明天，今天就行前会了，很多大咖大佬，这摊位有1100多个厂商，超过3700个摊位，弄得蛮盛大。9月4号到6号在南港展览馆，好，这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这所谓的先进封装啊 ,CoWAS 啊 ,FOPLP 啊，面板及散出型封装这些东西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一看。我有机会还是可能会去，不然我就派我的小老弟，诶，对 ,Q 你继续去帮我观察一下这个战情哈，好吧。好，鸿海亮说好，今天大盘还是量能不出来，不出来就很好很棒啊。你看我这边有个 101， 这边有一个晶圆，还有一个手机，听说9月10号，不是听说9月10号要发表这个新品，这万众瞩目，大家敬请期待。这礼拜五还有这个非农就业的数据要公布，题材很多啦，数据永远不会停，好不好？这样就等等什么，好，大家说扣掉金融股、银建股，大盘电子的成交量非常低，低还是有很多股票涨停板。来，节目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百德，这个隐汉今天都涨停，庆腾拉了大概6.6%、7%多，通通4-5开头，通通 DK 的股票。对，我就要讲我的，我后面我最喜欢截图给大家看。为什么我可以早就捞出来，甚至还在里面？然后怎么做到的？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热门股哈，谁不爱？但是有时候你热门久了，你去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赚到钱。通常你开始要热门的时候在里面，你赚你又赚多少？你抱又抱得住吗？有时候是这个问题。为什么 DK 讲交易，常常来来回回的反思？好，我独立思考，我不被外界所驱动啊，我稳定起源，我不会因为你讲一个什么，甚至做一些什么台湾50里面或中型100的安全牌，我尽量不要，好吗？我尽量不要，但是偶尔我也会做到红准2354啊，可是人家也没有拉很高，量也没爆出来。这个太弱换强必须练习，不是写给我看的，是写给你们看的，写给投资朋友看的。像这里面我今天又拉掉一个1711的永光，太弱嘛，我就不要，好，我就不要，我分享这档我该拿我就拿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量好多，好多人在讲，网红在讲，我就不要什么 FOPLP 的上游，我获利出场怎么样啊？不要啦，不要就不要，我们看其他的。我就要讲那个没什么爱讲，但是后面会爆发的，不信你看4562 4563 4534，全球传动今天没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DK 这个5月27号的截图下来，看看左边有一排红字，这已经不是在节目第一次秀了，大家看一下，一路看下来，中间有一个叫6405，今天锁涨停板，分享给大家免费资源。来，涨停了你才讲啊，涨停就拿出来分享啊！如果涨停打开，明后天一直跌下来，你可不可以买？可以啊，股票永远有让你上车的机会啊！你有没有把握好？有没有贴盘啊？不要一拿到什么那边抓一下，这边抓一下，就想要给他夯个500张、200张，然后赚那短价差。DK 不做这样的事情，以前也看超多，输超惨的，最后结论通常不好。第一，你没办法爆。第二，你都用赌徒心态在股市做，有人说股市不是就是赌场吗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到底谁说的？你用赌徒心态来讲来看，当然是赌场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慢慢的布局、经营、建立、持仓、煎熬、忍耐，
一路的推上来。这个6405的月城量能不多，今天没多久，没开盘多久涨停板，跟正达同类玻璃基板，正达、宏家军前面好强好强，休息几天，早上还强一下，量能出来就开始震荡，震荡的好，专门让没有信心的人掉下来，或者想追高的，你尽管我的成本回去节目看。我说哇塞，那看 DK 节目真的可以赚钱。5月27号就把在股票池就捞出来了。这一档不更可怕？5月24号还有一档叫4563百德，我节目告诉你准备好吗？我先送你三档。DK 上线没多久，但是讲股票讲交易一向不开玩笑，交易认真严肃，也不跟你打哈，不跟你打哈哈啦，好不好？没有在嬉皮笑脸，因为钱是血。对我来讲，我操作会员的股票，带会员操作股票也一样，当然一样。那付费你开什么玩笑？不要，那我不演综艺节目啦，好不好？那综艺节目就看很多嘛，自己去找。然后还要讲一大堆产业，你是研究的完啊？你是研究的完吗？啊，你听一听就可以买哦。这样子哦，那8月5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因为那些产业保护或基本面多好没受到伤？这是逻辑。你只要有一个维度是错，那个就可以拿掉你的核心宗旨。以交易的手段来讲，那个就不能再当作核心，好吗？来，4563百德，我建立的股票池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告诉你可以琢磨，可以规划。在哪里附近？55块附近，好吧，55到58。我说你看到 DK 的节目，你赚到钱再来入会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你如果资金不多，你当然先赚到钱，然后你觉得不要那么辛苦，要工作，好，要做家事，还有其他的专业的项目，你想要去攻，你没有时间做这个股票的投资。当然你如果不行你还可以做 ETF 啦，那个很简单，就跟买基金一样，好吗？我再强调一次，那个跟基金一样，它的本质一样，不用拿来大肆说嘴，讲的好像跟什么配息又怎么样。你的成本够不够低啊？你赚股息赔价差有意义吗？搞不好还赔更多。现在大盘是22000，我再一次提醒你，有一些人他存了15年20年，你现在才刚存1-2年2-3年，不要同日而语，那个不能比较，不要以为那样所以这样，不是。好，隐汉5月7号更厉害，5月7号，隐汉，我跟你那边写有够机车，那影片都放在上面了，回去看，我有分享出来啊，我就分了免费资源、欸、哇塞。哦哟，有这么多，对，你看，我说罗森捞出来没做到砸隐汉，你去看那时候罗森多少钱，也没有很贵哦。你选，给你选，我找得出波段标股啊，但是一开始量能很低啊，不是忠实户或一般投资人最爱，你都要等听过。我喜欢在还没有听过的时候先进去，涨到你听过，然后我有，我的功能在这。我这可以回溯非常多股票，股票我做不完，这个盘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困难，而且相当容易，量缩才是最好的结构。你看看我的股票有多强，大英维系统今天不是出去吗？哦，我有在跟你预设立场说这大盘是跌没有错啊，叠加还是700多呢，我有在跟你回避什么吗？我们算的是整个持仓，你说你没有股票做，DK 营业单位出来的，我听到这个我都会觉得功力不够，好啦， DK 找出波段标股来，大英维系统5月7号，很少讲，我为什么要讲？不用啊，我涨出来才要讲。可是我前面你有做功课，你有努力的人，其实这股票只建立起来非常多钱，不用付费。DK 操盘没有再赚一点点的，大家抱好，抱好好牢牢啊！有没有跟上来？如果没有，要不要交给我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一路验证上来，我也不怕分享给你，我也不怕分享给你啊！然后有钱来拿，不断发钱，
接下来还有，为什么？我既然用前面的可以复制出来，我现在跟未来我一定也可以复制出来，出来这样的走法，用我的眼光，用我的系统捞出来的股票池，一阵一阵，太弱换强，输的我们逻辑不对，拿杠杆削弱部位最小，对的一棒打出去加再加，我们是这样操作的。好，赶快加入 Line at， 欸，我是不是写反了？不是 at line， 好吧 ，Line at 小老鼠 DK 525，跟正达、月城同族群，哇塞，是破底翻正达第二。我这个片头写的就这个，我现在认为有可能是啊。你赶快加入小老鼠 DK 525，明天早上九点前一样在群组公布。在群组公布，我不吝分享，你不一定要做，但是我知道大家这个盘有心无力，找股票很辛苦，让我来帮你找，让我来帮你找，做给你自己去考虑。今天也是涨停板，这个底部上来拉进来看，凶不凶？连续三根，哦，我没有叫你追啊，为什么？我找出来以后，第一个教你一下，好不好？翻黑或跌停板的时候，我就会，你自己去规划，好不好？这 Light 这个图刚刚没有提到字的，赶快用拍的，用扫 QR code 的，很多股票可以做。大盘走到这边，量能不出，是不主力布局最好的机会。这盘如果要跌，其实已经很多股票的涨幅可以保护这个跌势，让我们在里面持续的往多头轨道前进。如果你喜欢 DK 的节目交易风格还有股票池的物件，记得每天收看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善导寺，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。哎，同学同学，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？我在听这个。哦，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哎，太有 sense 了吧！拜拜拜拜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好。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跟我一起轻松理财。